小月，哎，怎么见到我就要跑呢？小月，晚上一起吃个饭。不好意思啊，没空。小月啊，我都等了这么久，给我个面子，啊！师傅，走不走呀？小瘪三，没你什么事，你要敢动一下，车给你砸了。哟呵，走，上车。 叫我谁小瘪三啊？嗯，等等，该动手是吗？怎样？来，坐稳了啊！这种场面不适合你一个小姑娘看。不是，师傅。哎。 我叫李元飞，我不是瘪三。哎，给什么钱啊？嗯，收下吧。今天谢谢你替我解围。我叫贺小燕。小姐回来了。嗯。哥，在呢，不是你忙你忙，我随便看看。臭美什么呢？哥，你就别管了。哎呦，哥，这衣服借我穿两天吧，过两天洗干净了给你送回来。 小阿哥，云飞，嗯，这么多事儿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哎，你小点声。少一个人知道，少一份麻烦，还嫌我们现在事儿不够多吗？那为什么现在讲？事情恐怕瞒不住了。我下午回家的时候碰到两个人，说是电力局的检修电路，但是我们偷电的事他们根本就没有检查。 要真是电力局的，偷电怎么可能不管呢？你的意思是，管鸟钥匙的人假扮的？不确定。依我看啊，这种烫手的东西，早点脱手的好。这又不是江湖上的事儿，哥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不行。 小渊是吃老陆馄饨长大的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我都清楚。我不能让老陆死得不明不白。
别说是老陆了，任何一个街里街坊出了这种事儿，我林夕都得管到底。行，那你说吧，我怎么帮你？钥匙的事儿我自己解决。最近姓朱的对我们穷追猛打，你带着兄弟们提高警惕，还有看着点小袁。没问题，你放心吧。喂，是我。想通了，白天伪装成电工搜我家的，是不是你的人？没错，是我的人。你这人做事不守规矩啊，那还怎么聊啊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，不想麻烦找上门，就应该主动把东西交出来。老陆是什么人？你又是什么人？我的身份不方便透露。那就是没得聊了。开户人的硬件在我的手上，你只有一把钥匙，打不开美华银行的保险柜。我和老陆有共同的敌人，把钥匙给我不算对不起他，而且我还可以保证你和你妹妹的安全。谁是敌人？当然是日本人。明天早上8点，美华银行门口见。先生，我们的人没搜成林夕家。你知道为什么答应帮5天吗？还请先生指点。赵涵，树大根深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始终没能将他连根拔起。可眼下，他干儿子得罪了日本人，这个机会我没理由错过的。林夕只是一个开始，把赵涵彻底铲除的开始。明天早上跟我出去办点事儿。谢谢朱经理信任，但我的事情还没查清楚，出了这个门就算违禁。孙然的事情不是你的责任，做我们这一行的没有人能够保证万无一失。老板那边我会去说的。什么意思？行动经费，拿着。
你怎么来了？原来大学你们长这样。你还想过上大学啊？我不像读过书的人吗？我读书的时候成绩很好的。那后来怎么没读了？读书有什么用？前人花一辈子研究出来的东西都在这些书里了，我们可以通过前人的眼睛看世界呀。看了又能怎么样？看清了，但问题出现时又解决不了，不是更可悲？我爹还是个读书人呢，还不是被抄家。小姑娘，这个世道，拳头硬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家……哎，算了，不是跟你来聊这些的。有一份热，发一份光，就另萤火一般。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，不必等待炬火。死后如今没有炬火，我便是唯一的光。这是鲁迅写的，刊登在《新青年》上。你知道？我说过我成绩很好的。现在我相信了。说你和老陆是一路人，怎么证明？那天，老陆手上拿的《上海周报》，就成了这个形状。那你们是哪路人？我不能告诉你。你也不能说。还有谁？没谁。你跟我说了这么多，你就不怕我跟你不是一路人？我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。不过，你为了老陆不顾安危，还有那天在码头上，你没有把我交给刑捕房，至少可以证明你是个有立场的人。那当然，只不过是有点傻而已。不跟你计较，比较用一下。明天中午来我家等我。先把表拿了，你们哪位是孙先生？我是，只能孙先生本人进。没错，是我进。先生，您填完表，记得叫我。好。凭什么你进？干不干一句话，不干我回家睡觉。这包里装的什么？给我干爹带的东西。干什么呀？你一个人进去可以，但你的包归我保管。至于吗？至于。行，给我看好了，别给我弄丢了。先生，你没印章。孙先生，这边请。我提醒你一句，最好老实点，这个地方只有这一个出口。
陆先生，我们发现林夕这小子进了美华银行。这下次老惹到洋人的地界上了。你知道在美华银行开一个户头需要多少钱吗？林夕就是一个小痞子，他不配。东西就在美华银行里，可我不想惊动美国人。我没记错的话，林夕有个妹妹，派人把她绑来。是。先生你好，我们怀疑您有偷窃的行为，请打开包配合一下我们的检查。小袁回来了。妹妹，你把我胸口撞疼了，怎么连句道歉都没有啊？滚开！要不，让你哥来替你赔礼道歉呀？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本事？姑娘，你活腻了吧？谁活腻了还不知道呢？这位小姐身手不错啊。谢谢你。你没伤着吧？啊，我没事儿，刚谢谢你们啊。你们是？哦，别害怕，我是你哥哥林夕的朋友。我姓周。啊。你是林夕的妹妹。对啊，姐姐你也是我哥的朋友啊。嗯。哎，你哥在家吗？啊，你们要找他是吧？我带你们去。
对不起，再给我次机会吧。每个人犯的错都来解释，那还要加规干什么？几个大男人连个小姑娘都绑不来，拉下去。师爷，师爷，我等一下。放。先生，就一次机会，一次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好。给你一次想跟手指的机会。我错了，先生。我真的错了。我错了，我。这小子运气不错，有人愿意帮他。听下面人说，林夕的兄弟李云飞在他们赌场里欠了不少钱，现在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明白。刚才忘记自我介绍了，我姓周，周应群。你好，周先生，我叫苏南。图格涅夫。叶琳娜是个好姑娘，只是你说，她到底追求的是爱情还是理想？周先生也看过前夜这本书？之前读书的时候看过，现在记不清了。我只是有些好奇，如果你是叶琳娜，你会怎么选？不好意思，我不太理解周先生你的意思。那我们换个话题，请问苏南小姐在哪里读书啊？复兴公学。好学校。看苏小姐的身手，练过的。一点家学，让你见笑了。我去看看小云忙得怎么样啊，是非。大家选什么自己决定啊，买定了就举手。买定离手啊，买定离手。今天要不要再借点？住吗？不下住，来这儿干嘛呀？大家多下多得，还有想下住的，抓紧了。还有没有要下的？买谁？来这一手啊！庄家赢。来来来来来，喝点喝点喝点。来，林哥，李少爷回来了。来了。你也在。哥回来了。他们俩都等你好久了。哦，
那先吃饭。多下多得，大家啊，还有想下的，抓紧啊！诸位先生，还要不要再下点？行，买定离手。庄家赢。邪门知道。这位先生，您看看，您的赌债是不是该清一下？你也看到了，今天我的钱呢，都输在这桌子上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也是个要脸的人，这钱呢，肯定会还上的。别动手啊，有话好好说。您说您就这么走了，我们也没法跟上面交代呀、啊、还请劳烦您跟他们走一趟吧。啊，对了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苏南小姐，我们已经认识过了。认识？哦，吃面吃面。老袁啊，是不是弄错了？我不吃辣椒，给我换一碗。别浪费粮食，吃。你们是客人，你们先吃。好啊，别光吃菜，吃面。你也吃啊。我吃过了。哦，你不吃外面的东西是吧？我说我吃过饭了。那你别浪费，这给我，把这个给李云飞，给他留着。他搞偷袭，哪条道上混的？哎，有种把老子放开啊！真刀真枪来一场。朱启文，想真刀真枪来一场？好，给他送吧。哎，都是自家兄弟，这么见外干嘛？兄弟，给我绑上。想要好好聊，就要懂规矩。你欠了我赌场不少债，按规矩要留下一只手才行。怎么赌场也是你的呀？姓朱，朱启文，你到底有多少产业啊？我有多少产业跟你没关系，但是有笔买卖可以跟你有关系。我们谈好了，赌债一笔勾销，你只需回答我一个问题，金条就是你的了。什么问题？林夕是不是拿了什么不该拿的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别跟我耍花招，这东西背后的人你们惹不起。你倒是提醒我了，林夕确实拿了不该拿的东西。就在前天，林夕偷偷把我那本七侠五义拿走了。
我还没看完呢。从他身上取个物件下来。取个物件？哎，取什么物件？我警告你们别乱来啊！你们别乱来啊！苏小姐，你能不能回避一下？我跟林夕有话要说。我找林夕也有急事，不如女士优先。你俩就别争了，我直说啊，东西现在不在我身上。哎，你别，东西呢？哎，你这个人有意思没意思啊？有话好好说，你们老动手，跟枪。东西呢？你先把枪放下，你要不小心走火把我打死了，东西你也拿不到，对吧？放心吧，他没开保险。吓唬谁呢？苏小姐很懂枪啊。你们呀，别着急。这东西呢，放我这儿也没用，我肯定是要拿出来的。但是你们得先告诉我。保险箱里面有什么东西？一张提单。还有呢？这个人苏小姐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周先生你认识啊？看来林夕还有很多我们不认识的朋友。他有选择朋友的自由。朱启文的人找你干嘛？你要谁都认识，问我干嘛？自己问他呀。林夕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改主意了，东西我谁也不给。这东西我可以不要，但是我好心提醒你，你答应周先生的事情不要轻易反悔，不然你会吃大亏的。哦，苏小姐知道我是谁？这不难猜。周先生，你别紧张，我不是你的敌人。我之所以想要这份东西呢，是确保它不落到日本人的手里。但如果是你要的话，我可以退出。那你要愿意退出，你就走吧。林夕，你遇到什么事情了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说出来的话，或许我们能帮你啊。行，那我告诉你们。李云飞被新竹给绑了，现在要我拿保险箱里的东西跟他换。你们要是真想帮我，立马走。你们走，听到没有？这是我家。苏小姐，让他冷静一下，我们走吧。老地方等你。
深深藏匿。笑着。